是白雪吗？哇，我最喜欢白雪了，白雪公主是最善良的公主，所以我要给她选一双最漂亮的高跟鞋，就选这双红色的。诶，这不是贝尔吗？贝尔也想穿上漂亮的高跟鞋。哼，这个贝尔呀总是欺负白雪，我才不会让你穿漂亮的高跟鞋呢，哈哈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画一条特别难走的路，我要让你绕上800圈，然后呀再回去穿那双臭拖鞋。诶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呀就来这儿转一圈，然后呀再转回去，哈哈，你就去穿那双臭拖鞋吧，就是这双，你呀就慢慢转吧，转到明年你也转不到。让他穿上漂亮的裙子，诶，这不是梅花十三吗？梅花十三可是个好人，所以呀我一定要帮他选一条最干净最漂亮的裙子，快看，就是这个粉色的。诶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朱朱青吗？哼，这个朱朱青呀听小伙伴们说他可坏了，总是欺负别人。哼，我才不会让你穿漂亮的裙子呢，嘿嘿，我也要给你绕800圈，然后呀我要让你穿上这条脏兮兮的裙子，嘿嘿，谁让你这么坏，总是欺负大家呢，你呀也慢慢在这绕吧。让白雪住上别墅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来白雪啊，我一定帮你选一个最舒适最豪华的别墅，快看，就是这个。至于贝尔嘛，就住这个茅草屋吧，哈哈，快看呀，太破了吧。让梅花十三住上皇宫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快看呀，这个皇宫多气派多宏大呀，来来来，梅花十三你就来这个皇宫里住吧。诶，这不又是朱朱青吗？什么，他也想住皇宫？哼，门都没有，你总是欺负别人，我才不让你住皇宫呢，哈哈，来来来，我来这里给你绕一圈，然后呀给你绕到这个厕所去，你呀就住厕所吧，皇宫呀我只给那些善良的小伙伴们住，嘿嘿，这个厕所臭烘烘的，你呀就在这里面住吧。什么，你们说他不是朱朱青啊？他带着两个兔耳朵不就是朱朱青吗？那他不是朱朱青他到底是谁呀？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吗？